这说明你们在年轻的时候那这方面太痛苦了，因为你们老要下去跑。那你晕完车还能唱吗？晕完车你看我就有一次就是从天津到廊坊，那次下雾，坐在汽车里就觉得自个儿在一个大雾的罩子里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一路吐了一路，下了车以后他们大家都吃饭，然后吃完饭就演出，我根本就没法吃饭呢，难受。但是有一个好处，就用不着练声了。吐的这嗓子痛快极了。对，以后谁让我唱歌之前我先晕一下。今天呢，正好呢，关牧村老师也来了，咱们让这个于老师休息休息，关老师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啊？好。故乡的小巷深又长，青石板路上木屐响，沿着古老的墙根去写萤火虫，月亮像我的童心给了纺织娘。今夜我来寻小巷，却不知小巷在何方。萤火虫点亮霓虹灯，照亮我记忆中的小巷。小巷，小巷，小巷。故乡的小巷深又长，木菠萝树下好乘凉，听完古老的故事去找花谢，星光里我的初恋染着米兰香。今夜我来寻小巷，却不知小巷在何方。花前住在高楼里，歌唱我起飞的故乡。来来来，咱们今天呢请来了关老师啊，非常的高兴，也特别期待呢2020年呢两位老师都能过来我们的节目，然后都能身体健康，我开开心心的，于老师能够健康快乐，幸福长寿，太棒了。然后我们呢多合作，以后就是啊，不要有那种年龄感，是不要有那种忘记年龄，孩子还像过去咱们一样那样的，是活力四射的那样的舞台上，生活当中，太好了，无话不讲。咱们一起来合张影吧，好不好？好。这个关老师，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。我好像还有一些故事没想起来，下次吧，下次吧，有下次继续讲。对，谢谢您。他知道我这性格就这样。我相信你一会儿走半道想起来，他们俩好了。哎，好。对，对，一切都好。他们俩好了。他们俩最后怎么样不知道，他
那故事，他那个，哎呦，我想起来，我太傻了，真是太傻了。不傻，不要不要，面面都经历。开始怎么样？最后反正他俩好了。不见他俩好，最后俩人怎么样？那个于老师，您就不走了。好了，我就不送你了。